姐妹，三三零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。你不要害怕，你只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手牵手，心连心，走向宣教之路。因为耶稣跟我们讲说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有一种爱，像那夏虫永长鸣，珍藏不息，不枯竭。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神灵在牵引那我的心，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。我要传扬主的灵，是要得胜，在神的国度里。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纵然流血的时候，我也勇敢不回头。我带着一腔向前走，要看到血浆的走。